Hello，乔丽现在呢是，在湖南衡阳，然后我现在呢是准备去见一位小朋友，8岁的小粉丝。那前两天他们给我留言，然后说，在衡阳想一起吃顿饭。好吧，8岁的小朋友想了想，还是一起去见一面。然后真的好吃的，开玩笑，我们先去给小朋友准备点礼物。这一路过来都没有卖东西的，怎么办？车上也没什么礼物，怎么办呢？又马上要迟到了，因为我发现，大哥好像是一个比较守时的人，就是聊天中给我的感觉。那等一会儿再看吧。不好意思，把车收好。你好，姐姐。老板。好。哎，不要害羞嘛！不要害羞嘛！这个。害羞吗？拍。没拍你，没拍你。月。没关系的。对。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去哪里玩？等会儿再玩。表现好一点哦。等会儿再玩。很远的地方来的客人啊，对不对？你不是老是在抖音上面，这不在。条件上面看，哎呦，这姐姐爬哪里去了？看摩托车好拉风啊！看摩托车开到西藏去了，好厉害呀、啊，对不对？害羞了，害羞了。坐这边了没关系，等爸爸给你看好不好？你先跟姐姐聊聊天，对，好不好？你害羞吗？害羞。夹在中间放心了。啊。你不喜欢拍你是不是？可以多拍一下小朋友。害羞主要是。拍到了。哎，你问一下姐姐，好像她，我看她在那里看到狼了，月月，你问她是不是在西藏那边看到狼了？在西藏，狼啊、熊啊，还有那些鹿啊，非常非常多。小孩你想去吗？好像小孩子也有蛮多去的啊。有蛮多。他们说高反、厉害。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吧？看情况。来，我们来欢迎啊，欢迎远道来的客啊，来，谢谢啊，谢谢啊，黄雀肉，哎，鱼丸好像是这边特别出名的，鱼丸子，就是用鱼肉做的，对，差不多，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你们那边可能没有，这个是河沙菇，黄沙菇，跟那个苦黄鸭叫，有种鱼叫黄母鱼，跟那个黄辣丁。对，黄辣丁，对，然后这个是吧？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特产，吃了对肠胃好。有点像那个糯米。哎，有点糯米糍粑的味道。不是糯米，它不是糯米。不是那个。它是那个我们衡阳县那个酒窖里面那个发酒剩下那个酿酒剩下那个渣渣的东西啊。酒糟，我觉得佩服他，好厉害的，走了很多地方啊，而且一个人啊，都是一个人啊，哎呀，一个人走的啊，那不好玩啊。其实也还好啦，就像这样子，每座城市，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乐趣。对，晚上几位朋友呢，他们是由于工作原因不太方便出镜，所以巧克力全程拍摄了自己，在这边呢，也要非常感谢大哥他们一家对巧克力的热情款待。我现在呢是出了市区几公里，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扎营，明天准备继续向前出发了。在衡阳待了好几天了，这里呢也要非常感谢那些关心巧克力的朋友，就在衡阳生病这一下视频一发，好几位朋友给我发私信，就是想看看我呀，有没有什么帮助呀，一起吃饭呀。但跟邓大哥呢，我是还没有发生病的视频之前我就先提前答应的，所以后面的巧克力也只有谢绝了。有时候路上这样子真的就是让我很温暖，虽然说我一个人在行走，但每一座城市到了过后就是一起我呀，一起吃饭呀，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当然我希望在别人给予我温暖的时候，我也能通过我的视频给予到更多人温暖。爱生活，爱你们，
晚安。